今天呢，我们要为各位带来的呢是ArcGIS 的 platform， 那也就是 ArcGIS 的平台。Ansari 呢把 ArcGIS 称之为平台，最主要的原因是希望呢，ArcGIS 的这样的一个工具可以成为在座的每一位GIS 的一个工作者，每天你都可能去使用它的一个工具之一。就像在座的各位，可能你每一天打开你的电脑的时候呢，你可能会先打开你的 Outlook。或者是开启你的 Word、Excel 或是浏览器等等的工具，那因为你的工作上的需要或是你业务上的需要，你会很自然而然的去使用它。那 Ansari 呢，也希望 ArcGIS 的这个平台能够成为各位 GIS 的工作者每一天都去使用的一个工具之一。那这个工具呢，最好呢，这个平台最好它能够操作非常简单，但是呢，功能要很强大。那最好呢，它还是一个云端的一个平台。那为什么要云端呢？如果它是一个云端的平台的时候呢，那我们呢就可以在任何的时间、任何地点、还有任何的装置上面，来在这个平台上面呢去使用你的资料，去分析你的资料，甚至是分享你的资料给你的组织里面的同仁，或者是呢跟你的组织里面的同仁能够在这个平台上面做一些。互助协作的一个工作，就像各位应该都有使用过像 Dropbox 或者是 Evernote 这样的一个云端的一个工具的软体，为什么会去使用它？因为它非常方便，那我随时随地都可以来使用它，在这个平台上面去分享我的资料，那使用我的资料，那不需要把资料带在身边呢，我们也可以做一些工作。那另外，在各位的行动装置上面或者是平板上面，应该都会有很多的 Apps。那或多或少每一个人呢，也都会在这个每一天呢都去使用这个非常好用的 apps， 因为呢它可能非常简单、非常好用，我们不需要去看一些操作手册就可以来使用它。同样的，ArcGIS 的这个云端的平台呢，我们一样在这上面有开发了很多的APP 的一个应用的对应的一个程式，让我们在这个云端的平台上面能够可以有一个整合的一个使用。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Work 这边为大家针对我们 ArcGIS 10.4 的一个云端的平台的一个精神，再做一个更详细的说明。那并且呢，为今天的整体的活动内容呢做一点点的概述。好，那我们热烈掌声欢迎 Work， 谢谢。谢谢各位。正如我们刚刚协理所说的，那我这边会短短的利用10分钟的时间来为各位说明一下。就是在 ArcGIS 目前整个的 platform 上面的一些运作的想法跟概念。那我想大家其实今天在座有一些老面孔跟新面孔，那我想大家都希望能够看到在这个平台上面到底能够带给大家有什么样的功能跟好处。那我想其实对于资通讯的科技来说，它其实渐渐的在改变每一个人的思维，也改变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改变每一个人的工作的习惯。资通讯的科技的进步，让每一个人很方便的可以透过自己的任何一种资讯的设备去 access、去存取、去取得你所有想要知道的 information。甚至于把所有的 information 都把它 mesh up 在一起。那大家看到这样的一个标题， ArcGIS 就是新一代的 Web GIS 平台。大家可能会思考一件事，为什么我会谈 Web GIS？ Web GIS 这一个名词，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全新的名词，但我们要告诉各位的是，因为资通讯科技的进步，让每一个人使用的端越来越多元化，每一个人的想法渐渐的从最底层，我到底要怎么解决哪些问题，渐渐的提升到我可能还要问的是不只是 why， 我可能要问的是 why not， 我们为什么不这么做呢？或者我到底可不可以用别的方法来去做到这些事情？而这些事情在以往来说，我们可能都没有办法承担那些风险，或有足够的时间跟成本来去尝试错误。可是现在资通讯科技的进步，更多元化的端可以让各位在既有的服务的基础架构上，让你从不同的端去取得这些不同的服务所带来的这些资讯。同时间
这些图你帮他把当你把它打包起来之后，它可以让所有的 App 来去存取。所以对于 Azure 来说，它现在将所有的端都称之为 App， 包含各位手边所经常在使用的 Desktop， 它都认为这是一个 App。 那你透过 App，只是你的平台可能不同，有些人可能是用桌机，可能是用笔电，可能是用手机，那这些其实都是端，而这些端所 access 就是你自己的，比如说是 on-premises 的云，或者是公有云。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新的 WebGIS 平台里面，它的系统架构也许对各位来说并不感到稀奇，因为它就是包含了 Mac， 包含了 App， 包含了 Identity， 包含了你登录的认证跟身份的这种权限的取得。那可能对大家来说这都不稀奇，甚至于它包含了 SDK， 包含了这些 analytic 上面的这些分析的功能，但它所代表的在这个全新的平台里面，在底层你会看到它在底层上面的一些改变。那你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底层的平台的改变可以让 GIS 无所不在。今天我想来自各行各业的人都可以看到，不管你今天是在做交通，或者在做土地管理，或者做环境保护等等这些，你会发现 GIS 其实的确因为它的图，一张图可以代表千言万语，所以它其实已经取代了一些大家所习惯的文字，而慢慢的利用地图，利用时间的变化来去说明你想说明的事情。那但是像这样的一个应用也必须搭载在一个够开放的平台里面，不单纯只是将你的资料 open 出来而已，而谈的是这样的一个开放平台，它可以把所有的服务让别的不同的人来去存取，它同时间有开放的一些 API， 包含很多的分析的功能在里面，让每一个人不单纯只是截取你的资料服务而已，而是可以借由你的平台，透过 API， 透过 SDK 来去开发你所想要的功能。那当然，这里面所有的行为的改变都脱离不了一个核心，这个核心就是人，就是使用者。那你会发现，使用者在开始重新思考我想要的作业环境，我想要的功能，我想要的 device， 我在什么时候想要用这些东西。或者今天当一个临时事件发生的时候，我如何能够很快的去从别的地方拉到这些资料的服务，同时间在一个地方能够把它 mesh up 在一起，完全混合在一起，让我可以做出新的决策。那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大家可能会重新思考，那你所谓的 ArcGIS 平台里面到底有哪些不同的东西。大家可能在座各位有一些人是 desktop 的 user， 你可能会问，我只是要把地理资料做成地图，就这样子而已。那也许我做一些分析，那没有道理，我一定要用最新的，因为其实既有的工具都够用。那我们在这边想要告诉各位，在 ArcGIS 平台里面，它推出了一个新的端在 desktop 上面，叫做 ArcGIS Pro。我们今天在下半场的活动的时候，我们会有比较详细的说明。这样的一个 Pro， 如同它的名词名称一样，它会让各位的工作更加的 professional。对各位来说 ，Desktop 你可能开始思考，它用的一些限制，比如说我今天装在这台电脑，我就只能在这台电脑上面用。一旦我出差了，我到别的地方去了，那我就没有办法用这个东西。那现在到底在新的资通讯科技来说，不应该是这样子，我应该可以无远弗届的工作，我应该可以在任何一台电脑上面都可以做这件事。所以 ArcGIS Pro 它所代表的就是你使用一个身份的认证，当你登录以后，你背后的资料其实都可以放在云端上，不管是你自己的私有云，或者是在 ArcGIS Online 的公有云上。所以当你到台中，你到高雄，甚至你到美国、欧洲出差的时候，你都可以无远弗届的使用这些资料。另外，大家这么多年下来，大家都一直在讨论 3D 这件事情。3D 这件事，大家都会发现，
有些人做出来很漂亮，但这些资料场景的设定都是大量的人工。我们今天在下半场活动也会告诉大家 CD Engine 这一个 App， 这个 App 可以帮助各位透过规则的方式，你只要设定规则，你就可以很快去建构出你所想要的场景，把你的 2D 的资料很快的能够去建立起这样的一个模型。那你会发现在规则的设定的底下，我的真正的工作量都会集中在规则里面，而之后所有的模型我都可以依照这样的规则自己去找出来。但是如果你今天是用别的软体，你可能所有的作业流程都必须走一遍，也就是从准备 2D 资料、建立模型外观、建立细节纹理的设定，然后到这一个模型完工，下一个模型呢再来一遍。你会发现在 CD Engine 它的好处就是透过规则的方式来协助各位来做所有的 3D 的场景。那在座各位也有人会思考到 3D 很好，就这样看一看，然后呢，那我总不能只有我自己看，那我们当然会希望让所有人都能看到你的 3D 的成果。而这样的成果里面，第一条路你可以透过 Web 的方式来让所有的使用者透过浏览器来去浏览你的 3D 的成果。这里面我们分成两条路，如果各位不想开发，也就是我也没有人可以开发这个东西，或者我还要找厂商来帮我开发，这笔费用可能是非常非常的高的。我如果不想走开发，那我可以走 Protofages， 我直接在 MySim 里面就把这样的 3D 的场景、这样的球体给建立起来。如果我会客制化，或者我有那样的预算，我可以请厂商来做 development 的时候，那各位可以走我们最新的 JavaScript 4.0 这样的一个 API， 在这 API 里面就有可以开发成 3D 的球体的一些功能。那另外呢，有些人可能会说，你所说的这些看起来都是要花钱买的，有没有不花钱的一条路可以走？ Ashley 其实听到大家的声音，所以他做出了 Arches 2这样的一个 App。这个 App 其实就如同大家在用 Google Earth 一样，它是免费的，你可以安装，你可以去 access 所有的服务，所有你现在在本机端的 CSV、Shapefile、KML、KNG， 你都能够把它拉进来，在这一颗球里面随便的旋转、放大、缩小、查询、定位。当然，每一个人因为自动讯科技的变化，改变了每一个人对于自己日常作业的一些想法。那当然，所有的人想法就会越来越多元，那你会发现该怎么因应呢？我套用了一下，James Tomlin， 也许大家认识他，也许不认识，没有关系。他最近在一场活动里面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叫做 "Creating a successful app is still too hard"， 也就是当我要去建立这样的一个应用的时候，截至目前为止，你都还是发现它太困难，因为所有的AP 的开发的过程，你都会发现我要做系统分析、系统需求的访谈，然后写出 SASD， 然后开始开发，然后等到你看到结果的时候，已经是好几个月以后的事。当你发现这样的界面 AP 不是我真正很满意，但是我还是得接受，那到底能不能够去改变这样的一个现状？对 Ashley 来说，他所提出来的，在他的平台里面，我们可以用设定的方式，我们提供了三种不同的方式给各位。第一个，我提供免费的 template， 免费的这些样板，让各位直接设定就能看到结果。或者我可以通过 Web App Builder， 它是一个里面充满了所有的 widget 的东西，那你可以把它想象，它就是一个程式码自动产生器，它里面包含了很多 app 这些 widget， 你只要把这些 widget 做一些设定，它就可以帮你做线上的分析的功能，或者是你今天要改变外观、改变你的排版的方式，都可以设定。那你会想 ，OK， 你刚所提的template、Web App Builder 看起来都是 Web Browser 上面的 application、Web 的 application。那我想要 App 呢？我想手机上面可以 run 的东西呢？各位可以使用 App Studio。所以对 Ashley 来说，它都有这样的一个设定的方式就能够得到的这些应用。另外，它还有一些既有的 App，
包含了你在不同的领域里面使用，你在现地调查使用，你在办公室里面使用，或者给一般大众使用，你只要输入你的身份的认证，输入你的账密，你所 access 的，即便是你透过iOS 的手机或者 Android 的手机，你只要输入账号密码，使用它原本 App Store 里面有的这些 App， 它都可以帮你 access 到你自己的资料，而这些资料并不会是公开的。所以这也是我们所说的，当你输入了账密，输入了你的身份认证，公有也可以变私有。因为通过这样的一个设定，透过这些方法，可以让每一个人渐渐的从单纯的解决问题这样的底层，这样的非常底层的事情，开始思考比较高层一点点的事情，也就是开始重新思考，重新思考你手边的工作，你的任务到底是什么，你有什么资料，而你的使用者有哪些人，重新去定义你的使用者，然后重新给他们不同他们工作上需求的 App， 而让底层的资料跟任务都可以很方便的利用设定来完成。那当然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你可能已经知道答案就只有一个，就是 Argis 平台。在这平台上面，我们可以在任意的一个端上面去制图、去浏览，我们也可以在这上面去做 3D， 同时间具备时间轴。不管你的 3D 是在 Heavy Client、Thin Client， 甚至于 Free 的 Client， 也就是 Argis 2上面来 run 都可以。那它也可以直接线上进行空间的分析，不管你今天透过 Desktop 或者在 Web Browser 端都可以进行分析。另外它也有很强的影像处理功能。对各位来说，你们可能都认为 Azure 软体就是 GIS 的软体，但是我要告诉各位，与其你定义它是 GIS 软体，不如你定义它为空间资讯的处理软体，因为它包含了影像的功能在里面，不单纯只有向量。我们今天也会让大家知道它如何去处理这些比较新的类似无人机上面的影像该怎么样的处理。那它也具备即时资料的处理能力。现在大家可能在座都听过最近非常夯的名词，物联网或者大数据、巨量资料等等这样的议题。对于地理资讯系统来说，它的优势是在于它可以协助各位不只单纯的去接收这些即时资料，我们有模组可以及时去接收资料，同时间一样是通过设定的方法。那当你把所有的资料接进来之后，那你考虑的就是大数据的分析了。那在这里面整个的数据的分析都能够去做到。另外Azure 也有一些新的工具可以让各位更直观的从资料做成报表，同时间也提供给各位开放的资料的一些方式跟功能在里面。所以整个的需求、整个的技术的趋势在变化， GIS 也在跟着变化，那 Argis 平台就是最佳的答案。我们可以利用一张图来带出各位不同的应用。我想今天的活动是一场对于现在以及未来展现无限可能的一个活动，谢谢各位的参与，也希望各位跟我们一起看到最后。谢谢各位，谢谢。